民国47年左右的台北市大同区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在图里面是有在民国47年左右，由美军 Tom Jones 在飞机上所拍摄的台北市的景象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是松山机场的跑道，这一条是基隆河，转过来，这边就是圆山饭店。然后这里就是民族西路，这条是民族西路，这边是重庆北路，这边是迪化街，快过来，过来这边，这个是孔庙，这边后面就是大龙国小、保安宫。过来这边一个操场，这边是兰州国中。然后再过来这边，这个就是现在的中山足球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是当时孔庙。然后这边是大龙国小，大家可以看到保安宫。我们对照一下地图，兰州国中这边是一个操场，它的对面就是孔庙，这边就是大龙国小，然后这边就是保安宫。大家可以看到兰州国中这边对过来，这边是孔庙，孔庙后面大龙国小，然后这边保安宫，然后这边在迪化街，这边转过来，这边有一栋，这是现在还可以看到，这是王室宗祠。以上就是民国47年左右的台北市大同区。